不过你们找东厨司命大人就为了这么个鸟蛋啊？什么鸟蛋啊？我看你们两个都有点问题。这不是鸟蛋是什么呀？这可是凤。哎，这可是凤毛麟角特别稀罕的鸟王的蛋。你不用包庇他，我今天非要教训他不可。伯爵，这是什么法术？这叫日冕。日冕，教我。我想起来，这个盒子是我放玉坠的，这个是魔君给我的定情信物。